大家好，欢迎来到华夏经纬。强国必先强军，强军必须改革。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以来，人民军队在新体制之间加速破茧蝶变，指挥体制精干高效，规模结构不断优化，连战连训开启新局，政策制度更趋完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红过壮丽的改革强军画卷，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奋起中流的人民军队一定能在继续推进改革强军中创造出新的更大奇迹。盛夏的一个深夜，一场多军兵种检验性对抗演练拉开战幕，目标雷达捕捉到袭来的敌机，随着王海旭一声令下，导弹精准击中目标，从西北边陲到白山黑水，再到湘江之畔，18年军旅之路，王海旭每一步都留下了坚实的脚印，用忠诚护卫湘江蓝天，这是党的20大代表、驻香港部队某团防空营营长王海旭最大的心愿。2019年底，经过层层选拔考核，王海旭被选调到驻香港部队某团任防空营营长。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岗位，带来的是全新的挑战。作为营长，王海旭的职责就是带领全营提高遂行任务本领，确保一有任务能够迅即行动，弹无虚发，守护香港空防安全。为了尽快完成角色转变，他白天钻进兵器车反复试验操作，晚上一帧一帧地复盘历年对抗视频。宿舍墙上挂着一张张模拟抗击流程，以便随时学习和模拟战术训练。3个月后，王海旭对全营数十种专业如数家珍，数十台装备性能参数都达到一摸准一口清。2020年秋，王海旭首次带队赴某海域执行演习任务，就碰到难题。在海杂波干扰下，搜索雷达开机后屏幕上满是雪花，搜索识别目标就像大海捞针。王海旭带头成立技术攻关组，天天卯在海边阵地上搜集数据，分析波形，研判规律，终于在大量数据对比分析中，原本杂乱无章的雷达造电图变得有章可循，海杂波对弹炮系统的影响也被一个个排除。作为一名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亲历者，王海旭深刻感受到部队日新月异的可喜变化。近年来，驻香港部队防空营不仅利用重大演训活动加强学习研究和实践验证，有效解决了一批重难点问题，还积极发挥驻军编程优势，整合防空装备资源，加强联合防空训练，在体系作战、整体制胜上迈出了一大步。王海旭领衔创新的一系列战法得到上级表彰，先后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一次，所在单位荣立集体3等功一次。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指引下，王海旭坚定履行好代表职责，扎根练兵备战一线，当好党和人民放心、香港同胞信赖的湘江卫士。好了，本期节目到这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